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合作是拍剧嘛，可能我认识的不是 Crystal 本人，就是可能认识的是角色里面的那个性格，然后现在一起当主持人呢，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可能当主持人的时候，我们从交流之间，我们可以可能加深认识对方，然后我就非常崇拜你，就是因为。我呢拍这个节目其实可以 NG 嘛，但是我也紧张到我在枕头下面不断地玩弄我的手指，所以呢我就很佩服你可以在那么多的大show里面当一个很坚定很淡定的一个主持人，我非常的配合你，师姐。没有了，今次这个节目里面我们都是主持人，我也觉得佳敏的表现的其实非常的好，因为呢她就是很努力很认真，在空闲的时候呢都会在背稿，在背那些资料，我们都就是让她呢弄得我们也认真起来了，就是不敢玩，就是不敢放松。不好意思，就是因为我是新人嘛，我怕我不看剧本的时候我看稿的我会把稿忘掉了，所以我怕搞到大家会 OT 啊，所以我蛮紧张的。所以啊，大主任有说你在干嘛呀，你在看稿呀，我说是啊，你为什么歧视我呀，然后他是师姐嘛，他有跟我说其实我们当主持人呢没有很百分百去把那个稿背下来，其实我们会看一遍，然后就把重要的要点就背起来，然后就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出来，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嘛，所以我特紧张的，所以我就一字不漏的看稿，然后一字不漏的把稿说出来，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弄到大家那么紧张。